弟兄们，吴大长叛变投敌，江南国军吃惊，所以我命令全师放弃洪湖，向建立挺进，先把桂子刘寿的第三联队歼灭掉，然后原地死守，等候就算师团主力挥师决战。有人问我，为了国军，要放弃我们经营多年的洪湖根据地，这值得吗？ 我要说的是，这一仗不是为了国军，而是为了国家。这一仗不大，我们就不配九幺八四这个番号。全师健儿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汉子。我们这次出师建立，敌人的纵预备队第三十六师团必定乘虚而入。这样。 我们一个师就牵制住敌人，整整两个精锐师团呢。弟兄们，这是一场恶仗，我没有把握让你们全都活着回来，所以现在听我的命令，死独自的向前一步走。 有七十以上，老母和老夫的，向前一步走。有带伤带病的，向前一步走。好，都不是孬种是吧？ 更要把话说在前头，这是场恶仗。各旅各团没有命令，不许后退一步。各级主管有阵亡者，下级按军衔高低依次递升，哪怕大到上尉司长、上司团长，也不许后退一步。士兵要后退的，由军管就地征发；军管要后退的。 由老子就地抢劫，老子若是往后退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我开枪。好，准备出发。 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，我在这儿给你们唱一支当地的山歌，我替那些被你们用生命挡着、护着的金楚姐妹们，祝你们平安。 向左转，送给国国，左后进，走。
市长，来喝茶。好，胡大妹子，我把临时作战指挥部设在你这儿，影响你做生意了吧？您那么说啊，就太见外了。您别忘了，我还是你的中校处长呢。大妹子，今后这个话就不要再提了。打完这一仗，9·18就没了。可你还要在这儿谋生呢，还是当心点好啊。报告司长，桂子三连队已经被俄军全部消灭。好，看来徐处长的同学算是帮上大忙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在刘占区的高层里边有日本奸细，徐处长告诉我，魏耀阳向刘占区发了密电，说俄部已经放弃了洪湖，撤往鄂豫皖地区。哼，看来这个内奸已经把这个假情报通报给了禁卫，禁卫就此以为进攻第三联队的只是俄方小股部队。哼，所以才大意失荆州啊。哈哈哈可是鬼子知道第三联队被消灭后一定会大举反扑的。哼，我正等着他呢，传令俄部高筑工事，准备与禁卫决战。走。你说什么？第三联队已经石塘部士气凌乱，估计大事不妙。据前沿侦查报告，房景寨投掠的攻击力量很大。报告师团长，房景寨已经到了监里。嗯？根据我的情报，房景寨率领全部部队已经开到监里。报告师团长，炮兵连队、骑兵连队已经完成出发准备，请师团长下令出发。哦，命令这两个连队改变线路，返回监里。是。第一、第二连队在什么位置？已经过江。命令他们改变线路，返回江北。我要把房景寨彻底消灭在监里。可是师团长，军长命令我们迅速赶往江南集结，准备参加常德会战。请你转告军长，房锦斋孤立无援，缺乏弹药，而且又已经离开了他的洪湖老巢，这个时候正是彻底消灭他的最好时机。我只需要3天的时间，待我把房锦斋部彻底消灭之后，我师团会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江南，不会耽误常德会战。执行命令。是。报告司长，九三四团已经重返江北，向俄斯扑来。小子，回来就好。可是我们的弹药已经消耗无几。师长，师长，遇到难处了吧？我们西北军凭大刀就能杀敌。这大刀好使还是机枪好使啊？你呀，总是把我当成外人。快派些人去洪湖边卸船吧，我把藏在岛上的武器啊都拿出来了。嗨，跟胡处长就别客气了，派一个板去。师长，你真是门缝里看人呢。这些年我积攒下不少家底，光机枪就是60挺，子弹20万发。怎么样，够一个步兵团的火力了吧？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派一个营去，武器到时候立刻组成机枪营，从敌人的侧翼打响。是。师长，那你怎么信我呀？随你呀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师长，你呀，9·18突然得到侯寡妇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批军火，如虎添翼，实力大增，打的禁卫是措手不及。
石团长，房进斋的主阵地拿下来了吧？房进斋部突然加强了火力，第二连队陷入包围。房进斋忽然加强了火力，火力从何而来？不知道。石团长，军长来了。这位师团长，你的师团什么时候才能开到常德前线？大概还有2到3天的时间。前天你说3天之内全歼方进斋，你究竟需要几个3天？军长，方进斋部突然加强了火力。师团长，我再问你一句，能否保证不耽误常德会战？能，请军长放心。我一旦耽误了常德会战，我宁愿以死谢罪。好，我马上赶往常德前线，等待着你的捷报。报告司长，遥二纵旅、遥三零旅在吉祥营的支援下全面反击，已将桂子第六大队全歼。哦，这么说，桂子的炮兵连队已经失去了屏障，桂子炮兵正在准备撤退。哼，完了！集合吉祥营，跟老子走，端掉桂子的炮兵阵地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炮兵连队遭到了房进斋的围歼？房进斋部突然冒出了个强大的机枪火力，负责保卫炮兵连队的第六大队被击溃，防部的一个团攻入炮兵连队的阵地。炮兵连队失去步兵保护，难以抵挡。一个炮兵中队遇碎，所有火炮被防部抢走。师团长，给军长打电话吧，请36师团支援。对付一个房进斋，还要请求友邻师团的增援，这是我们的耻辱。可是我们必须按时保证参加常德会战。军长说，新四军第五师突然在36师团背后展开了破袭战。36师团为了不让洪湖地区再次落入敌手，目前无暇他顾。德勇，把我的战刀拿来。是。师团长，我们现在放弃与方进斋的缠斗，立即赶往江南还来得及。我们在房进斋的手里边已经损失了4个步兵大队跟1个炮兵中队，难道就这样的放过他吗？你就是魏站长。晚辈魏耀阳。我早就听一处说起过你，此次我师进展顺利，很大成分在于进卫判断失误，采取了逐次征兵、力量分散的下策。这都是你发往柳战区那个假情报器的作用啊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师长过奖了，抗敌克难人人有责，更何况冯师长在为国军助战。国军恶军之分今日就不要再提了，大家都是国人，国难当头，人人有责。我何尝不知你尽这么大的力量帮我，当的是天大的感谢啊。师长教训的是，哎，我没拿你当外人。哎，好像一初对你很有好感啊，平日在我面前一提起你啊，总是眉飞色舞的，今日一见呢，我这个当姑父的也就放心了。一初的眼光不错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晚辈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知师长。
常德的日军由于缺乏兵力，并未对我军形成包围，他们在短暂的占领常德之后已经被我军反军驱逐，现在日军并没有什么进展，而且已经向江北撤退。我想贵师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，应该尽早的撤退，以免日军的大部队到了江北之后对贵部形成合围。好吧，既然常德子未借，那个就束骨奉陪了。报告司长，井底人已经来了。哦，立刻派出统训团，命令各部拜托日军纠缠，向织金之间转移。可是此部所有直属部队均已参战，眼下这里只有一个统训团。哼，还真成了广告司令了。把统训派一个不剩全部派出去，务必通知各参战部队立即撤退。是。师长，那您没关系，有人接应，大不了把花掌揍就是了。魏先生，后会有期。你一路保重。司长，一公里外有小规模战斗。司长，事不宜迟，赶紧上路吧。那先生，那不能走，那的部下还在战斗。师长，大局为重，请您三思。葛先生，防冒协议已决，请准高陈毅军长和李行健司长多谢他的美意，防冒自有来世回报呢。司长，你跟葛先生一起走吧。不，我跟司长走。好，师长。现在谁的军衔最高？报告司长，是我张立伟唐。好，我任命你为第一连第五师连连长。是。
天咱们不粉搭笑，一律从馅饼干起。石团长，军长电话。军长，石团长来了。几位石团长，战况如何啊？房进斋击毙。啊，我知道。我听说你们在最后一战还歼灭了不少什么上尉团长啊，上士连长，哈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你们，喂，敬畏立胜、不可一世的精神世界，被房进斋和部下视死如归的壮举彻底击溃，所以他向日本军部引咎辞职，告老还乡。玉珠，你能来和我并肩作战，我真的是求之不得。但是我现在只是长江工作站的特派员，而且又处在停职阶段，实在是朝不保夕。我现在的身份只是军属，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军衔还有一些待遇的特殊问题。玉兄，为了给房师长报仇，我生命在所不惜，哪里还考虑什么身外之物。你是真把我看小了。那好，那长江工作站欢迎你。葛铁锁我给你带过来了，就在客栈。耀阳，常德之战，房进斋舍身取义，日军无功而返，长江工作站功不可没。九战区薛长官亲自打来电话给你们请功。啊，这都是全站上下集体的功劳。孙长官已经下了命令，正式任命你为长江工作站站长，同时恢复国军中校军衔。多谢孙长官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要向孙长官面报，请李副官替我预约。你说的是近卫回日本的事吧？孙长官已经知道了。不是近卫离开，而是冯处长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冯处长并没有死，他此时此刻就在我的身边。你等一下，他要跟你说话。李副官，别来无恙。冯处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日本人想要我的性命，我正好假死一回，免得他们纠缠。不过也算没白死。我发现了我战区高层有日本人的内奸，我要即刻赶回战区向孙长官当面报告。好，我这就去向孙长官报告。这事儿不要对任何人说。明白。站长，怎么，不让上楼吗？对，这是冯处长的命令。谁？德彪吧，我现在有重要的计划要做，你们谁也不要过来打扰，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。怎么，冯处长没死？藤井代师团长，
我想请求你下令，荆州全城戒严，没有特别通行证，一律不得进出城门。为什么？我要给对方造成一个假象。贞子小姐是衡山军长最器重的情报员，你的要求我会尽力满足。我们下令戒严。嘿。你是不是听说了吴先明对我做的一切，同情了是吗？不是，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我心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战胜了以后再说吧。怎么，我还没来你们就分手了？的确是冯处长，绝对不会错。他的声音我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走了，都走了。我暗中跟踪过了。好像是去荆州了，德彪，辛苦你了。当年中计，只好铤而走险，外身投敌。但他坚持先与九头鸟工作组的高层间谍当面谈判，以便讨价还价，待价而沽。报告，处座，刚收到本战区最新兵力部署图。排队的朋友发来急电，说他那里情况危机，需要我们保护。空手来吗？不，他有条件。这个狡猾的家伙，谈判可以，不过不能来荆州。你忘了种田军长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那个内线的下场吗？这儿目标太大，他若是直接来荆州，恐怕连城门都进不了。你告诉他，声东击西。嘿。教堂一暴露，咱们就都成孤魂野鬼了，只能在长江边上风餐露宿。两位叫我来，不光是欣赏风月吧？这次请你来，是有件事情要求你。果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没用，近卫师团长回日本了，现在是藤井师团长，他处处由着九头鸟，我都自身难保，太严重的事儿我帮不了。
你这人怎么还没问什么事就想好推脱的理由了？因为好人没好报。上次我指点你们炸了监利所有的桥梁，还送了许同学30万斤粮食做嫁妆，我落着什么好？要什么报酬？你答应过我出嫁的。你休想！抗战不胜，何以言嫁？那好，我能不能问问为什么要去荆州？我们想购买一批药材。恩施有军用机场，美国援助物资源源不断，用得着到荆州买药吗？魏兄，不是实话吧？这忙你想蒙就帮，不想蒙就算了，干嘛那么啰嗦？好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让我亲一下，我就帮这个忙。武先明，房市长殉国了，91810000多将士血染长江，你究竟还有没有人性，有没有良心？我没人性吗？那一个姑娘家舞刀弄枪的就有人性了，不是母鸡私沉吗？看看，一言不合就要动刀动枪的，将来谁当你男人就要受苦了。你要再敢胡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这臭汉奸！你舍得吗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杀人有什么难的？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。有本事，你忘了我。还有你魏兄，有本事，你们都忘了。我就这一个条件，不答应就一拍两散。武先明，你今天欠下了，总有一天要还。狮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。提前祝你们幸福。小杜鹃清晨出城往监利去了，他持有93师团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。队长，葛铁嘴来了。进来。
队长，你找我？哪儿去了？啊，听说恩施有个大人物来监利市场，我到那儿设场子说书去了。怎么，武队长也要出门？你老葛说书，我能不捧场吗？武队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监利对于你来说，不次于落凤魄。我命贱，草鸡变不了金凤。武队长，三思而行吧。好吧，那我就给武队长说一段壮行吧。关公关云长，手捻长须，端坐船头。周昌在一边手持着青龙偃月刀站在他的身边，身后是一排十几个彪形的关西大汉。他这是要去干嘛？关云长这是要单刀赴会。见你干嘛？找死啊！我来看看那条锦鲤有没有变色。变没变色又怎么样？是，也没怎么样。我以前都是随口胡说的。胡大姐，跟我回荆州吧，我娶你。不看天意了？不看了，这就走。怎么忽然猴急起来了？你说的，见日不如撞日。那不行，我虽然是一个寡妇，也得明媒正娶。我就这么跟你走了，算是私奔呢，还是偷情呢？你到底嫁是不嫁？好啊，拿嫁妆。你到了荆州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行，我放你一马，一起走吧。你先走，我明天就到。我明白了。你是醉翁之意，把我引开。你又要在监里干什么坏事？看你说的。你不说明白，我就是不走。看来真的是天意。我告诉你，我那条锦鲤确实没有变色。既然没有变色，那就是一言无妨。有一种梦。
飞舞。